蔡依林根本是翻糖蛋糕皇后，明星朋友也认证，送给妈妈的最夸张。宁儿，娱乐新闻，检举此篇，蔡依林被称作的才真的不是浪得虚名，不仅敬业也乐于发展各种兴趣，而且都很努力完成。她的翻糖蛋糕就是一个最佳例子。流行歌手的他甚至也拥有了一个翻糖蛋糕的团队。从演艺圈摇滚到了餐饮，蔡依林带领的团队屡在国外创下佳绩，成绩令人赞叹。身为创意总监的他事必躬亲，几乎每一次的比赛都有参与其中。除此之外，亲人朋友的生日蛋糕也被包办了。蔡依林帮好朋友罗志祥小猪设计了一个财神爷的造型，祝福他财源滚滚又嘻哈。做给贾静雯女儿步步的翻糖蛋糕也超级可爱，萌翻全场，步步的大眼睛做得惟妙惟肖，睹物如睹人啊。做给陈妍希小孩小星星的蛋糕也充满了童趣，非常可爱，就连做给妈妈的也丝毫不马虎，可是送上了名牌蛋糕呢。就连百金包也超级华丽。蔡依林的翻糖蛋糕团队成立了脸书皇后陛下，由她和其他四位翻糖爱好者共同组成，团队理念就是希望为和她一样喜欢甜品的男生女生们开启不一样的味蕾之旅。招募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认真工作也努力发展兴趣的他真的是太令人佩服了，有多少人能够像他一样呢？真的是太令人敬佩了。